上单招亲，对线要拉夫，你们觉得自己看？一级不要拼，学 W， 用 W 补刀，除非他顶着兵线上来跟我打，那可以反打。不顶兵线肯定拼不过的，他上来打我了。顶着兵线我怕你，没一技能追不了。强二级杀他 ，W 闪。W 能直接戳死，阿拉夫再次回到线上。我没有出装备的，这么凶，你太嚣张了吧！现在想跑，两级打三级，还顶兵线，看不起我赵鑫。他再次回到线上，四级打两级，一刀就捅他，他真塔了。强杀，万了都是赚的，这么多兵线，他好像没碰到我，死了也没关系。塔杀的，现在装备优势啊，见面就捅，他不可能打得过我。真塔了，捅不死啊，这就把大本戳死了。这个阿拉夫不太行，别说我欺负他，这盘 AVP 造型跟他对线。开机跑了，真塔了，一个 W 特效，等了一 R 带住，再清除他，可以断兵线了，不当人开始，来了，他想强行进塔，没办法，离塔太近了，不过耗下血也行，等下波兵线进塔可以强杀，不过得耗下血才能强杀，没到斩杀线。现在差不多了 ，AQ， 递上去，飘飞机 W， 继续断兵线，这是断的比较深啊，又强行回弹，可以打出闪现还打残了，等下波技能强杀，先 AQ 他斩击 KQ， 递上飘飞机 W， 完美，这是直接毒二塔，想回线，先掉半血。回城勾引我的车，一枪就捅，嘿嘿，护甲先纳屎出来，他想守塔，我们可以无视他，现在回去很快，无视他拆塔，你没打我，他打我不怎么掉血，他想溜了 ，W 挂上硬接，打完就跑，一个 W 带着，哎呦，等个一，一带着，对线结束。